四位朋友就嚟自酒吧界嘅。而家嘅年代，所有中環嘅場都係八成都係 PR 老闆請翻嚟嘅，咁啲女就係同啲客玩嘅啫。聽說有啲 bartender 識得教啲催情嘅酒，又係咪嘅咧？有某幾種酒精撞咗埋咧，令到你啱傾嘅，大家玩得埋嘅，咪可以進行另外一步咯。一晚最多食過幾多餐啊？一餐起兩餐子嘅，唔好吹喎。晚吹又要威又要戴頭盔，今晚11:99台 ViuTV。